现在在造飞车的选手村，然后今天也是上班不要看的成员之一。好，今天这支影片就带大家看一下各个很有梗的造飞车。在干嘛？这个是报道吗？报道。然后一定要出示手环、神侠、手环跟证件。司神侠。英文有个单字叫 photo bombing， photo bombing 就是说，就是当有人在拍照或摄影的时候，突然有人不相干的跑到后面，然后做一些很难看的动作，让这个照片变很难看。对。够了，可以了。遇见野生的泰哥。嗨。嗨。对啊，照一下。大哥，今天是哪个部分啊？这个是一个算是明星合体啊。现在要前往拍照场地，哎嘿耶！超特权，只有四个人可以拍。你现在有个状况是，有一个蟑螂一直打老板的脸。哎，走了，老板。真的，先拉一下。直接告诉你，全球暖化不是口号。下回工，既然想去干，中暑。不但中暑够短趴，直接就扣脸。小玉临时出现，带了救命水，救命水。小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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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玉。然后现在在比赛，然后比数已经到三十了，现在准备要出。黑人物吗？小狼女跟 Jon Snow 已经很小了，已经很小了。表演到底开始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有点失控，有点失控。三二一 ，Go！ 三二一，绿灯，上班不要看我，出发！不要看呢，完全看不到的状态之下。所以我们要比第二次哦。不要了。我看不清楚有没有对焦。没有焦。最近还有粉丝像你一样对焦。嗯，对。讲什么？阿杰还要对焦，都是焦自己对阿杰的。讲什么东西？跟他跌倒对不对？他跌倒对不对？超丢脸！
丢脸好不好？好了，没事，好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们走。